红警心灵终结中爆裂风优缺点简述。爆裂风是心灵终结中焚风子阵营狂杀先锋专属的一种自杀式无人机飞行器，造价900。这是一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飞行器，但它内部装载了强大的等离子炸弹，一旦发现目标便可以将自己发射出去，并造成强烈的爆炸，甚至可以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且爆裂风能够对步兵、载具还有飞行器有着不错的杀伤力。虽然爆裂风的护甲很脆弱，但被摧毁时并不会发生爆炸。但爆裂风无论是否在移动状态下都不会主动进行攻击。而且爆裂风对付建筑单位也效果不